掌声鼓励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大家鼓励的掌声。地沟娘，地沟娘，你哪里搞垮了？你搞东西的呢？地沟娘，你哪里搞垮了？啊，垮就上面被落到落堆积的嘞。你是当堆积的东西的呢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样？嘿嘿嘿，为什么就讲为什么的？什么被我们落堆积的嘞？那个，那那人一上台就一直给人错啊，拍平拍平，介绍人的时阵，佫讲人是三八的，我本家都嫁袂出去啊！你安尼，我一个人做。好啦好啦，卖哭。我嘛是足听你，我配合你嘛，加雨伞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伫个小弟哥，大家拢嘛甲人错，你甲人错要创啥？你若甲我错，我嘛甲你错错错。乖，伊即嘛甲你错倒位，俺要用托的。吼，你这毋是错，你是托托托。托托托。啊，这边爱托一个。啊，你咧甲我堵死啊！你靠的，佮当作是讲三八的。我是在话三八啊。我若咧讲你三八，人若带着你的衰事，你就爱注意啊。想怎？查囡仔人，你的体格袂歹呢。马马虎虎啦。对不对？你若像咱观众伫咧欣赏你罗碧玲的节目，这真正袂歹。你像这朴多雅俊、这是阮较早拄囡仔时代伫学做鱼的时阵，较早阮师傅叫做摩尼啊。摩尼。这个叫做朴多雅俊。哦，无怪你的师傅叫做摩尼哦，吼、哦，无怪你即马特别甲他摸来摸去，原来你师傅叫做摩尼。摩尼啦，摩尼他摩尼嘞，摩尼本名啦，啊、无猜你咧穿这个型的啊。讲讲讲要甲摸啦，你要甲摸倒位啦。啊，无你当时讲咧摩尼呢？你刚刚自己讲。我是咧讲你这块乖的见面的朴多雅俊，朴多雅俊是真有感情一出戏。这个故事不是就很老很老的故事，你哪会知道啊？你不就很多很多岁了，你有七八十岁吗？你说话他一定要说得难听，你要嫁我，我还要考虑的呢。啊，你要嫁啥？我要嫁你创，我要嫁你创啥？啊，嫁你敢那嫁一台车而已呀，对不？你行李啊，啊，给人刮刮走，玻璃啊，给人弄弄破，冰箱啊，给人提提提。小杂毛，敢那一条内裤都无剩，啊，你对不？我要嫁你要创啥？你别别样来买新的咪？啊，你讲久就讲了了啊，那我怎样买新的？好，好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你别等着这个刷机。买呐，买呐。你即马挨这条声，恁遐较好啦，真是警察来，唔知影说阮两个在甲你安怎呢？你即马是用啥话啦？我是讲好啦，好啦。啊、好，你那用遐啦？我睇这个无神经，我两个老朋友，对不对？以后啊，我也要玩，好好玩哦。嗯，就买啦。借我玩。你这人阮这是大头安尼安尼回的，我跟你尖尖尖，你唔多呛起来。你把落雨伞头搞掉无？我也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小查某啊，人在交际，人家两个在冤家，啊在交际，伊怎么？咱袂使笑，故宫看一摆嘛，唔捌看过嘛。好啦，你袂歹啦，你各方面拢袂歹啦。多谢啦。刚才伊个，刚才戆戆啊咧，话我袂讲，戆戆。啊，戆人有戆好啊，对不？我若
若是真巧、真巧、真聪明的话，我都即马袂遐尼好啊！我即马都是公公啊，啊头家嘛公公啊，啊公公请我，啊观众嘛公公的看，对不？后边这句变唔要紧，你骂着头家这是不要紧，头家起码嘛要请你唔请你这是不要紧，你讲观众公公，迄的是作势，你蛮公公。对啊，有当时啊做公公嘛好啊，啊一直拢遐尼巧。无好嘛！伊讲的意思我知道啦，食好肥肥，结好推推啦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常常食三碗公嘛，对不？哎呦，都闷骚啦，迄个无讲起啊啦。哦，我知。迄种哦，就讲看起来足老实嘞。哦，啊，拢常常咧乖乖啊，他妈的哦，现场啦。譬如讲有一个人他妈的好用节目啦，足无用的，点点食三碗公，笑夹夹啦。我也知，我都听到。我有几款朋友啦，有啦有啦。谢人对过量哦。是啦，诸葛亮袂晓讲，诸葛亮啊，什么点点三碗公，伊参钱碗公，我背袂落去啊。老话啦，老话。好啦，唱歌。好啊，唱一条歌给你听哈。伊要唱歌给你听。当作恁别搞囡啊，唱一条歌给你听。乖哈，我唱了你甲我拍拍哈，乖哈。你说你唱哈。你要唱啥啦？你哇哇哇，哈你滚要唱啥啦？看你要唱啥拢好，反正我用用。哎呦，你不是讲你白用的啊？你败气啊？你害了了啊？你哦，你莫讲话足好，你我拄只这阵我来使袂歹啊，尾啊去和你讲这句话，恁爸就来五零年。